我们中秋集爱送温暖，今天启动我们第一梯次，是由我们泥水工会来发起啊。当然，我们一起去关怀我们的房屋修缮网的做持续关怀。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对职在劳工一样，中秋送爱关怀他，鼓励他要有信心再回到职场。这个是市长一直拜托我们要去跟我们这些伙伴一起来落实希望家园的，把爱传出去，让我们这些弱势者。干嘛带他们去武汉下棋啊？让鼓舞我们士气，共同为咱这台湾作为拍拼。啊，当然给他们泥水工会共有准备了20份相关的物资及28红包，为了发给我们修缮网的需要再去关怀的伙伴，还有职在劳工，因为我们再次利用中秋去关怀他，代表市长带着一颗这样的一个关怀的心去关怀他，这是我们市长特别要求。我们弱势者一定要持续的关怀他，让他有勇气再踏入我们职场的部分。感觉咱台湾这城市是我的城市，共同做伙来打拼。